想要当上国手，然后想为家里争光。你们要带的时候都会先成熟吗？然后你要，我要站在奥运的舞台，摔个两下而已，我们来第二组来预备。希望能在明年全中运拿下冠军，然后升黑带，能在国三的时候参加国选，并且当上国手。下午两点，太阳正热，坚实国中柔道队整装齐聚学校宿舍上的铁皮屋顶，开始今天的练习。一开始穿上道服的时候就觉得，哇，这样就是很有目标的感觉，会很有动力。就是道服跟道带，就是还有全套的衣服，就是会给我带给我力量，然后去完成今天的那个练习。坚实国中是新竹县坚实乡唯一的一所国中，乡内九所小学及两所分校的学生多数在这里就读，为孩子开辟更多升学管道及学习视野。坚实国中的那个体育班在我们前任校长想对学校的小孩子有一些的帮助，针对他们的才华、他们的能力来做发展，所以呢，我们就申请了体育班。小孩子呢，我们从他的优势能力来切入，对他们的信心的提升，这样的培养这是很必要的。那得到了信心，得到了肯定，得到了他们的一个展能的机会之后，回头过来我们要求他的品德，或者要求他来好好读书，他们就比较愿意了。行事严谨周全的彭清宏校长，以成为孩子生命中的贵人自诩，关心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发展。除了加强体制内的课程知识外，同时努力整合校外资源，为孩子打造一个幸福学员。我们这里的小孩子，真的是非常的质朴，非常的可爱，他们也绝对有他们的上天给他们的一个潜能。那我们说他们是提供的囝，地人听，我虽然是汉族的老师，客家人，但是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上天派我来的，给我一个恩典，很奇妙的一个际遇，我能够来这里带这群可爱的孩子。那我想学校也是这三方面齐头并进，第一方面提升小孩子的自信，第二方面我们在品德教育、生命教育方面一直的生根。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在基本学历这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不断的提升。那我们希望对小孩子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照顾，来成就每一个小孩。由于学校地理环境多为山区，交通不便，部分学生因此住校。他们克服原生家庭环境的困难，努力为自己找出路。学校老师、教练都是他们的贵人。不管你国小有没有练过，我觉得你进来坚实国中，我觉得你进来你的国中就是全部都是归零。然后我觉得就是肯拼，第一个他要肯拼，然后肯坚持，肯吃苦。对，肯拼、肯坚持、肯吃苦，有这三个特质，我觉得就是可以真的可以胜过一切。这些题要选。赚钱给爸爸妈妈，然后就是想要让我自己能到奥运的那个门票上去，因为爸爸都已经老了，然后不要再让爸爸妈妈那么辛苦的工作，所以想赚钱给爸爸妈妈。
他们是承认说，我们这边的经济上面是有些许的弱势，但是呢，他们不觉得他们是，文化上面是不弱势的，对。那么想说，还是要从他们的一个自信心的培养开始，总是要发现他的优点，那我们也帮助小孩子来肯定，来发现他自己的优点，自己的优势能力。调整，再去想一下你的动作有扎实吗？你的手有拉吗？再去回想一下，来试摔倒。不怕吃苦，加上不服输的决心，是胡夏芬教练对柔道队的要求与期许。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如何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全赖一次又一次的勤加练习。小时候就是爱玩嘛，然后国小的时候练柔道也是也没有说很认真，然后直到国中到现在国三了，也我觉得差别大，就是知道要怎么让自己去就是长大，就是更懂得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我拿到成绩的时候很开心，就很有成就感，然后就还想要再拼，然后未来还想要那个继续练柔道。每天啊，你看他们小孩子，每天都可以到训练场地看他们在那里拼搏，在那里摔，对摔，体能的训练是汗流浃背的。有时候闻起来是味道不太好闻的。但小孩子要忍受这些，那所以说起来对他们性格上的培养是有很大的帮助，能够刻苦，能够服从，整个训练的过程是不容易的。那因为我常常说，练柔道就是选择每一项运动你要有热情，一旦没有那个热情，你就擦不出火花。对，一旦没有热情，你就绝对擦不出火花。那我相信，就是我相信他们只要接触柔道，就是从柔道上面就找到一些成就感、自信感。对，我觉得这些应该都会增加他们对柔道的热情跟热爱。对，只会增加，我觉得应该不会减少。不要放弃，你如果放弃了，那你接下来你要怎么继续把你以后的路走完？国小毕业，我有点不想练了。因为累，这样挺重，可是就很多家人、部落的人跟家人鼓励我，然后我本来转出去，然后我又转回来，然后我就开始练到现在。酸臭的汗水挤不倒同学对柔道的热爱，大家互相加油打气，比赛前更是要密切控制体重，牺牲对食物的欲望。对，因为我们柔道就是还要体重控制啦。对对对，就是会很辛苦，因为看着别人可以吃，然后自己不能吃，所以我就是会蛮心疼的。前一个月要开始慢慢降，然后不要就是太快降，这样一次降啊身体会不好。所以我觉得像你这种优点就是可以培养他们负责任还有态度，因为我们柔道运动就是从礼貌开始，从礼貌结束。今天哪怕你在场上你输了，可是你就是当裁判判定你输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跟那个对手敬礼。所以我觉得负责任跟态度可以藉由柔道的运动去培养。田宇威是柔道队的主力选手，站在柔道场，坚毅刚强的眼神，快如旋风的动作，跟平时温和的个性判若两人。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一定会先从被摔，然后再去摔别人。有些是跟男生是真的比较困难啊，就是想办法，就是要攻击到他们。
就是去用不同的角度跟动作去攻击他们。跟男生摔也要比较积极，因为男生力量比较大，我们一定要动，不然会被摔。一个过肩摔，精准快，不给对手反击的机会。田雨薇从国一开始进入柔道队，辛苦的练习的成果，带给她最大的成就，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奖杯。今年更如愿以运动绩优甄试录取台东体中。就是第一次拿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有进步啊，然后就下次还要再加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开心。对啊，就是拿到牌子的感觉是，就是真的得来不易，因为真的摔了很好多场才可以拿到那么好的牌啊，就是还是要继续努力啊。然后爸爸妈妈看到，他们会觉得很欣慰，这样就是觉得这个小孩子有在成长，在进步。那我们也很庆幸，我们柔道今年的毕业已经有两位到台东的体育中学了。还要继续练柔道，另外，还有五位要到东泰那边就近这里读，然后将来回到母校，回到尖石国中来继续来练柔道，那来找我们的夏芬教练，你知道我们夏芬教练就很有魅力。在妈妈的鼓励下，雨薇的柔道之路走得比其他同学顺利，她出色的表现也鼓励了弟弟妹妹。现在家中的四个孩子都加入柔道队。一开始就是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学柔道，然后他就说好，他就是很支持我们走体育这条路，就是会给我们加油，然后会比赛会到那个场地帮我们加油，就是说你只要坚持就会有成，就是有果实这样啊，就是他会不断给我们加油，就是在我们背后支持我们。我觉得就是柔道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因为像我有一对就是姐姐国三，然后弟弟国二，妹妹国一，对，然后三个都练柔道，然后妈妈就说哎，那可不可以顺便连小学一年级的妹妹也顺便就是一起来练柔道。对，所以我觉得柔道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可以就是大家就是每个人哥哥姐姐就是亲情的力量，然后大家就是会成为一家人。对对对，我是觉得还蛮感动的。练习柔道不仅是为了下一里路的顺利，从中学习到的态度与对健康的注意更是不在话下。很小的时候就差一点死掉啊，以前就很容易被欺负，然后我就是参加柔道就不容易被欺负，我有手有的力量有变壮，可以把那个60几公斤的人抬起来。我有一个国三的学生呐、啊，他也是国中才开始接触柔道的呀。那他就是国小是保健室的常客，那刚来训练的时候就去床边就只有发作一次，可是再来他就慢慢的国一、国二、国三。以前搞不好连一圈两圈都跑不完，可是他现在体能已经变成跑个30-40圈都没有问题。对，然后就是在全国赛、全中运也都有拿到不错的好成绩呀。厚重的道服加上激烈的练习，斗大的汗水在一次又一次的对摔中滴落，没有停止。孩子们坚毅地走在对的路上，更需要家长的关心与支持。就是我们柔道服就是一整套，大约2公斤左右。对，所以我们是大热天的时候也穿它，然后天气很冷的时候也要穿着它。所以我都会就是很希望说，每一场比赛家长就是都能来看他们的，就是小孩子就是如何在柔道场上奋斗的时候呀。对，可是往往就是，就是没有几个家长来啦。对啊，就是觉得很可惜啦。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尽情的发挥能力。柔道队的孩子在被摔的挫折中培养实力，也锻炼出一身傲骨。在当中我学到了做人处事、态度、品德、生活习惯、礼貌，我都学。刚开始
没有很乖，就很皮，我们就开始慢慢改变，慢慢改变，态度跟品性都变好，然后也会学习尊师重道，然后力量也都出来，用一种不想放弃的心态去面对，就不会那个，就不会觉得说自己很弱的。精力善用，自他共荣，是柔道的精神。胡夏芬教练着重孩子的品格教育，期盼这群孩子能从柔道的学习中体现。每学期末，更会请高年级的学长姐教导学弟妹们得意技，作为柔道精神的传承。毕业的前夕，我都会请国三的学长学姐来，就是来传承，或者是来教导你自己的得意技。对，就是传承给下一代，哎，传承给就是国二国一的学弟学妹，对，大家一起去分享这个技术，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柔道的精力善用，然后自他共荣。最重要就是手，你的手要扩势，你没有扩势，你的手就会卡住，所以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带动。一只手，一比一，再动再动，骗一下，骗一下，拉。坚实的孩子在困难中传承柔道精神，屋顶上打造金牌。有朝一日，他们会是坚实的光芒与荣耀。重点是要焦点要落实到小孩子身上。对，培育他，能够栽培他，将来在社会国家里面能够，发挥他的能力，贡献他一级的长才，甚至十年、二十年之后，他要可能要回到部落来，在这边还是要生根嘛，哈，落叶啊归根，还是要回来。希望在部落里面，也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这样子。我希望他们在我们毕业之后。帮他们把这边撑起来，把柔道队再撑起来，让再擦亮坚实国中。